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loodsport， 罗巴上的海贼王啊。好的，我们又来猎赏了。OK， 上次做完暂时，今天继续来打架，继续拜功德。好，这一次我们用，也是用 PVP 非常强的果实，大混战水果，响雷果实。OK， 这一颗 PVP 是蛮强的。好吧，它控制技能非常的多，天空雷。天空光束，哦，啊，雷雨炸弹了，这一招有点慢，可能combo不太好接，都非常的强，加上机动性很高，有三个瞬移，那打架应该非常好用吧？好吧，我来试一下简单combo一下，响雷跟死人拳啊，这两个就可以接一个不错的combo，给combo越简单越好，容错率越高。首先，雷雨炸弹，然后天空审判。OK， 省了拳三连加一个闪电兽远程技能，就可以打出一套不错的伤害。期间也可以开一个种族技能来增加伤害。好吧，我们开始猎杀。哦，有人在挂机。Nope。哦，还有剑门射手。抱歉啊，那雷雨打不到剑门射，这样子的话就有点麻烦。好像有人在杀外挂，看可不可以给他打一架。这是真的。OK， 带走，这一套带走，我有反炸吗？跑掉了。还被我同样的技能打死。有人莫诺，电池，没想到这电的伤害蛮高的。莫诺是要打得过吗？接到了，天空审判的抬水太慢了，差点就打死了，谁都打不死谁。OK， 雨轮太硬了吧？我弄会接到。OK， 所以带走了。哦，爆来了。OK， 来打看看。爆伤害其实还蛮高的，我被打中的话，还蛮危险。OK， 带走。谁呀？你个门乱路了，啊，跑掉了，下去吧。哇哇哇哇！哇 ，OK， 带走。这海上来着，打海战欸，我机械有点难受，可以被打入海里我就 GG 了。OK， 带走。哦，我这有人在打。我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砍砍果实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跑去哪里啊？我打一下跑掉了，他们去找果实了是吧？
那果太出现全部跑掉，笑死。哇，鱼人好硬。哇，觉醒了。No, 鱼人。又是鱼人，好讨厌鱼人。OK， 所以抓到你了。会不会抢人头啊？哇，这一次没拿到人头。哦，这个也是鱼了。OK， 被打死了，好难打鱼了。OK， 前面遇到的都是鱼人。OK， 打不过要加入啊，我应该要换个鱼人。可以捡到一个人头，好，两个，打大混战这里。好，抓到你啊！莫诺果实，少打得过。哇，又是鱼人，鱼人秒不掉。OK， 带走。他还要打吗？哦，二番战。OK， 带走，还可以吧？感觉我的响雷有点生疏。那果实的抬手还挺慢的，尤其是个天空审判。好，到三番战了。四 ，OK， 好像不太会，继续了。OK， 带走。超大范围攻击，带走。好，抓到，可以吧？放红血好痛哦，范围也太大了吧。No, no, no. 不死命。
技能打死。Hello there. 要打吗？嗯，好吧，他跑了。好，抓到。这是什么状态啊？啊？那不卡了吗？在干嘛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卡哦。Nope. 哎，还卡了吧？好吧，被无辜带走了，这样是很卡。好卡，哎，断线了。好，这里好像有局可以打。哦，残血。我可以抢一个人头。好，一套带走，不错吧？应该是450吧，453万啊，比预期的还要多了3万。好吧，还不错啦，这个闪电果实。那猎闪的话，还算蛮强的，有三个瞬移，机动性非常高，加上技能范围蛮大的，加上都有控制效果，这抬手有点慢，尤其是雷球毁灭。但是范围很大，还可以接受吧。好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OK， 今天我们先玩这把，谢谢大家收看啦。如果是平遥就丢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